屏东站昨天向我昨天日站，还这栋半年的树丛插头，也屏东站的历史建筑。昨天向公所提拔说，未来建军过，不过新的中文世界，未来建军签到几招，向公所是解体，没搞打起走嘞。厉害，认为树丛站体桥面体内有加为外张，都是在战过之后，昨天日站才会转型，变作战术空间。重新打造台铁立足天雄的古。来开木厝茶站街从的同门，昨天向文化观光所人员贴上整修公告，准备要重新太翻修。今天有破损的地方，哦，它有些也着墙面的吼，也着有损坏，来恁嘞，啊，利用一摆机器啊，来恁都上好了，想把地面墙面啊，啊，好了去做的整修，这个也是一个宝贝。是为我的经营的卖场提入万七周以后，原本的卖票办公室重现眼前。虽然对日子时期路留下来的老保险柜，还是看得出旧时代的风化，但是建筑本体的表面同地板总是要重新整修。昨天向公所将会请台铁的协助，请今日提供相关的文物，爱本百年老茶站以模相同的形态呈现。假使中的哦，也袂满的支付。哦，以及也要列查中的每个支付来，同时陈列的提啊，分大概你了解一下，增加对也要铁路文化一个哦认识。昨天向公所表示，按旧年来，公所积极培训田挑同土壤人才，特别开发昨天设立行体验礼场，以增本游客的回忆满满。公所再过几日天将会开始请老师傅规划修复，屏东县政府也将会提一张地板增设礼服止损点，为昨天申请工业国际漫上再增加一家有故事的漫画基点。下届新闻潘神峰屏东报道。